你上我的号你拉吗？他没骗你啊。我他妈怎么学了 W 呀，我才发现。这就没办法了，他妈的，他还省了个惩戒，我操，这么变态！他拦开，感觉他可能会直接来我野区找我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到三血，感觉好像都到不了三啊。这中路勾巴玩个龙王。他直接抓了上路 B 了呀。他抓了上路直接 B 了。那我得去 F6 了，不然他要吃我 F6 呀。反蹲一下，豹女要来的，豹女在，豹女在，他这个走位豹女在，哎，你他妈的，你就一点脑子都没的呀，兄弟，我给你点了，豹女在这边了，你他妈自己不看信号，你怪谁啊？你妈，你慢一点都杀了，真的，等我来，这我是不是给他点信号了？你慢一点，等我来都对面死了呀！阿卡丽没闪，你妈自己的问题。奇怪。
是，是奶妈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放 E 啊？那第一时间放个 E 不是杀了吗？为什么不放 E 呢？这龙王来的真快啊！这龙王来的真快啊！那我得赶紧逼了，不然豹你去我野区了。啊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看你也没在群里，但是我也拉不了你。不知道啥情况啊？豹女好日子到头了，我他妈六级了呀！哎，这波 CD 没卡好，哎，不该闪现 R 的，直接闪现 AR 好点。CD 不够呀。有点着急了呀。竟然不打先锋啊！哎呦，好 TP！ 这河蟹就不要吃了，吃这河蟹要出事儿。看能不能反真道，这不反真道就舒服。哎，我他妈卖的很好，加速直接放了。要不然直接上吧。差点钱想提款。
사라집니다. 想保他们拆医学塔，但是我怕我上野学被暴女刷完了呀，这不发育也不行呀，野学被暴女刷完的话就很难玩了。哇，这哥们儿这么好抓呀，我发现他每次都是他上来骚我刚好在后面，他就不能出手打龙王，他只要一打我就在后面，他很难受啊。刚才宝下路拆一血塔，我他妈上野需要被他刷完的，亏麻要亏麻。今天要维护吗？应该不维护吧。应该不维护吧。我他妈连被击飞两次，就为了帮他一下。等我打完，帮你看一下吗？不想踢，哇 ！CD 鞋的魅力啊！我操，没 Q 到 ，Q 到他死了 ，fuck you！ 切到暴女直接死好吧，他要 Q 我吧应该。哇哦，好快的节奏啊！这永恩发育能力挺强的。这永恩发育能力挺强的，说实话。哇，这么夸张啊，这英雄！哎，超模。
这种英雄就是吃装备的那种加持，妈出个破败就离谱的不行，这种英雄。攻速起来，CD 又短，他妈 W 又快，BT 英雄。永远都不认可这种英雄，哇！Q 被挡了，太恶心了！这还回头这，妈你没死你还回头，你在想什么呀你？天辉也找我打比赛，但是我不想打，完全没兴趣，懒得打这种比赛，还不如陪老婆呢。本来是要打的，但是时间有点冲突，就不打了。我本来跟马超在一个队的，后来想了一下，算了。然后就没打。你看这 BT 英雄，妈抓了那么多波了，还是这么猛，离谱这英雄。你妈龙王这把被我养的这么肥啊，这为什么不打大龙呢？豹女在看下路，为什么不打大龙呢？对面永恩没 TP 啊，这永恩上波把 TP 交了的呀，永恩没 T 的呀，这肯定直接打了呀。呀，希拉雷玩暴女入侵我，
제압되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적의 억제기를 파괴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소환사 한 명 게임 중.